新推荐，推荐新一代。大家好，我们是 SIG， 欢迎收看本期的大眼新推荐。欢迎 SIG 来到大眼新推荐，这是为你们准备的单册，先不推荐一下。干嘛自己画？你跟我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吗？快点了。妈呀，你们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SNG， 我是吴瑶，你们的大漂亮，我是边丽，大家可以叫我边边。你们的老秦又来啦，大家好，我是秦鱼，也是 SNG 的队长。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的小性感陈丽。大家好，我是 SNG 成员许诗英，小 V， 英英英英是许诗英。大家好，我是团里最爱研究星座的蒋生 Debbie。大家好，我是 SNG 女团的成员林慧，大家可以叫我哈哈。为什么陈丽小姐姐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是去鬼屋？去鬼屋，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就是我们录团综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鬼屋，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抗拒的。我在还没拍之前，还没开机之前，我就已经哭了。第二个走廊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哭着跑回去。你哭着跑可以，请问你为什么要抓我的毛衣？那个时候，我还抓了旁边的摄影的小哥哥。蒋生的梦想是和五月天同台，如果你有机会和他们同台的话。你想和他们合唱哪一首歌？倔强，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因为我就是喜欢了五月天，喜欢了快十年了。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和他们同台，并且能和他们合唱一首歌的话，我希望是倔强。在《洛神赋》这首歌中，除了自己的 part 以外，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哦，我就最喜欢我自己的趴，我最喜欢自己的趴。哦，我就最喜欢我自己的趴，我自己的趴，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我最喜欢自己的趴趴趴趴，自己的趴。我不一样，我喜欢他们的 rap。可是我不行，我跟你一样，唱 rap 会打击舌头，就感觉不听话。其实他之前试过，然后就是唱的就比较东北大碴子味，对，就是自带土匪口音。如果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你们想选择什么超能力？超能力瞬移，超能力分身。然后我喜欢里面的一种超能力叫做 I am rich。 我觉得我想拥有的超能力是，就是一秒钟可以把我想忘记的东西全都忘掉，这样子我就可以不记得跟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人生还是要开心一点的吧，所以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这是我最想拥有的超能力。三天不碰手机和五天不洗头，你们选择哪一个？五天不洗头，三天不碰手机。那我是不碰手机，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没法玩手机啊。但是洗头是没办法，我头油我就会全身难受。对，我选择三天不玩手机，不洗头真的做不到。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说不洗头我会不舒服，而是不洗头我会掉发，这实在不行。下面是粉丝心愿单环节，粉丝们通过带新推荐留下他们的心愿，希望 SNG 能够帮他们实现。他们的心愿是希望 SNG 可以一起制作一张手幅。首先 SNG 是一个很大的主体，然后 G 上面有大家所有人名字的这个最后一个字，哎，不是，是缩写。 对，然后这些满天的星星有不同的颜色，就代表每一个不同的你们。然后这个西瓜大家知道是大连啊哈，然后这个鸳鸯锅虽然红汤跟白汤没有画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便利。然后呢，这三角饭团虽然它那个紫菜包的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到位，有点像胡子，但这确实是小 V。 然后这个甜筒，就甜筒头上被打了一个包，预示着，对，预示着我们的这个丽丽她是团七。还有那个螃蟹画的我觉得还算比较形象的。对，当然了，这个体型跟你有点不太像，倒是真的。然后呢，最后再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我们的林慧哈女士画了七个人，并且编女士在下面写一直一起走，我也不知道这七个火柴人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毕竟上面也没有我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不是很想承认是谁。对，总之就是这么个东西，总之就是东拼西凑也凑出了这么一张手幅。最后只有一个祈求，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把这个做成真正的手幅。等一下，你为什么没有介绍我的房子呢？啊，你的什么灵魂画手的尊严啊？对，最后呢还有一个没有介绍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画手，他画了一个魔方。这是一个房子，童话里的房子。哦，懂了，跳
世界各地的翻跳喽！哇，好大的扇子！哇，下面的人还在，还有打 call， 打 call 哎！我这个，我早上好厉害，好厉害！这是什么？艺术体操团，加拿大国会山广场，我真的是广场，可爱！没想到我们没有去那么多的国家，但是那么多国家，有一点想哭，怎么？就是能被大家对在这种地方就是好感动，我不真的不能放这个音乐，哭，你看泪点，我的天，就是感觉很自豪，突然有一种，对啊，就好感动，我把我都弄哭了，真的是很幸运，那么多人听到我们的歌还来翻跳。对，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也会去想去翻跳别人的舞蹈，然后现在你是我们，对，你是那种，而且就是你看到别人都很开心的跳你的舞，你就会有一种幸福感，对，是很自豪很开心，我觉得看到比听到的冲击感对大一点，为传统点赞，为国学代言，哇，好棒好棒。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有看过你们的舞台，包括很小的小孩，请问你们看过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能够想要带给大家的东西大家都已经非常好的接受到了，并且就挺喜欢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传递给更多人，甚至可以传递给那一些特别特别需要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梦想好像给别人带来了一些影响，让他们成长，或者说对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就是指导，对，就感觉这种感觉怎么说，我觉得用语言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但是就是很感动，所以也很开心，很幸运，然后你看到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一种双向能量的传导，对，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就够了，其实。这个老秦会不会打算拍一点搞怪一点的 vlog？ 哼，我这么文艺的人，你让我拍搞怪 vlog，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跟大姚抢饭碗？请问，不会的。不，欢迎你，欢迎你。啊，大姚都这么欢迎我了，那我就顺水推舟好了。一个自拍库存最多。这个要让他们把手机给我看一下，我才知道。哈哈，喜欢西瓜还是榴莲？榴莲，榴莲，其实是西瓜，是吧？因为你一直吃西瓜比较多，每次因为榴莲太贵了。Dream.